绑定微信账号指的就是去把用户的微信里面关于用户的相关信息存储在我们自己的服务端，这样下回如果用户想用微信登录到小程序，我们就知道他是谁了，可以直接给用户签发 token 让用户登录，先去准备一些数据，然后呢去把他们发送给我们的后端服务接口，这个接口提供的功能等一会儿我们再去创建。可以先在这个用户档案页面上去添加一个方法，名字可以叫它微信 bind。这个方法可以去用结构的形式呢去添加几个参数， user info, user id, 还有一个 token, 等于 obj。它的意思就是这个方法接收一个对象参数，然后直接去把这个对象里面的 user info, user id, 还有 token 解构出来用。这里的 user info 表示的就是从微信那里用户授权获取到的用户相关的信息。user id 应该是这个用户呢在我们网站上面的 id 号。Token 是我们验证了用户身份以后给用户签发的那个 Token。 绑定微信账号比较重要的东西呢就是用户的 Open ID。 这个 Open ID 就是微信用户在我们的小程序上面的一个唯一的标识，把它跟网站用户的信息呢绑定在一块儿，以后我们就可以去根据这个 Open ID 的值来判断用户在网站上面到底是谁。这个 Open ID 的值呢我们要在服务端向微信服务接口去请求，请求的时候呢要带一个登录码，这个登录码在小程序这里呢我们可以去使用 wxlogin 这个接口呢去获取到。在这个微信 bind 的方法里面，我们可以先去用一下 wxlogin 给它一个对象参数，成功以后会调用 success 添加一个这样的方法，得到的响应我们可以叫它 login。 这个响应里面的 code 属性的值呢就是我们需要用的那个登录码，也就是一个登录的凭证。里面我们可以再用一下 wx request 去发出一个请求，先配置一下这个请求的 URL， 一个 API base， 再加上一个 API route 微信 bind。 在页面的上面我们可以去定义一下它们的值， API base 的值就是我们网站的地址，后面加上一个 wp-json。 API route 微信 bind 它的值我们可以让它等于微信斜线 v1 斜线 bind， 假设它就是我们绑定微信账号用的那个服务端的接口。等一会儿我们再去定义这个接口提供的功能，再继续的去配置一下这个请求。请求的 method 就是方法，可以是 post 或者 put 也可以，因为这个请求就是要去更新用户相关的信息。请求得验证用户的权限，我们可以添加一个 header， 里面添加一个 authorization，对应的值就是一个 barrier 空格，再加上 token 的值。这个 token 的值就是成功验证了用户身份以后我们在后端服务给用户签发的。然后是一个 data 属性，就配置一下要发送给后端服务的数据，先添加一个 code。 这个 code 就是调用 wxlogin 返回的那个登录码，它的值应该就是 login 下面的 code 这个属性的值，再添加一个 user info，还有一个 user ID。 请求成功以后会调用 success 这个方法，添加一个这样的方法，接收一个 response 参数。然后在方法里面我们可以先去把得到的这个响应的输出到控制台上面去检查一下。在这个获取用户相关信息的成功回调里面，我们可以再去使用一下刚才定义的这个微信 bind， 用一下类似的微信 bind 一个对象参数。这个 user info 就是微信的用户相关的信息，这里呢就是得到的这个 response。 user id 是用户在网站上面的 id 号，我们可以用一下 this 的 data 下面的 user 相互线 id。 token 的值应该就是 this data 下面的 token。 在这个 onshow 方法里面，我们已经把这个 JWT 从小程序的全局数据里面拿出来放在了页面自己的数据里了。不过现在签发的 JWT 里面并不包含用户的 ID 号，这个呢得去修改一下后端服务接口。